没有啦，加起来双数就双数喝，单数就单数喝。广告注意，就是单数喝；广告注二，就是双数喝。对，没有了，加起来数就是双数就双数喝，加起来单数就单数喝。现在我假设是一，对，我们如果出出来的全加起来，不要解释太多，单数单数喝，双数双数喝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数出来是双数，双数人都喝，单数就单数喝，也不用数了，所以不要数了，单数人双数喝，你没有数是数是啊，单数人双数出来是不是？你知道我出出来加起来23单数对不对？只要你是出单数的都要喝，那从你开始算了，不用算，都不用算，不用算啊，不用算啊，从那边算，都不用算啊，1357这样讲就公平了。如果这样讲我讲了，对，你要讲单数喝，那你这一啊，他就三啊，那你们两个一喝啊，然后出去要喝啊，我就录影啊，录影啊。如果是单数的话，就跟你没有关系的，单数跟你有关系。三个在干什么啊？聊天啊，因为我们又不喝酒。你们无聊哦。你们无聊哦。不会啊，聊。拍水，拍水啊！来来来，对。你先喝三杯，先喝三杯。你太爱拍了。组织，组织来。组织，组织。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单数跟双数嘛。像那零是什么数？单数背后。单数啊。你讲过了。零是没有啊，不管他这什么数，跟他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单数他没有单。没有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他不管他这什么数，他要喝嘛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算出来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因为数字数字最后五只，我来算，不要跑啊。一、三、五。礼拜六、礼拜天吗？六、十一、十三、礼拜天、四、四、出去了吗？九、单数吗？单数。一、七、三、五。谢谢谢谢。顺德哇，不要顺德，那小魏小魏，小魏，没有他也没下桌，对吧？有装，他有装，没装，没装，你的速度回来了，速度点，没装。什么叫鸳鸯蝴蝶梦？我们都听不懂。让着我们，来人呐、啊，那个西巴达我帮他传来。干嘛？输的脱一件吗 ？OK 啊，传说中的林森北吹牛王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西巴达那我们应该是来叫人猜哦，几个六？我会猜你，剪刀石头布哦，中间。最多跟最少不用喝，但是中间那个要喝。哇，好难猜。没有中间呢，你再猜一次啊！没有中间再来嘛。你喝啊，再一次。不行啊，喝一啊，哎，难得嘞。那头我猜一下。好，没有中间你喝啊。一定会有中间的。不会啊，不行。如果难的就是你喝啊，那别人猜他来喝啊。要超爱喝的好不好？好，哥，你买加一呢。没有中间你喝，没事。中间的喝，如果没有中间的，我沾一下，丑一嘛，然后再一点，根本就吹的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中间的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等一下啊，布的两个，靠腰了，不喝了啦，不要想了，剪刀的三个。我跟你讲，石头五个，石头五个，石头，没有石头五个哎，石头五个，石头五个哎，最多哎，最多哎，最多哎，你喝醉了，你喝醉了，石头五个哎，石头五个，大风也石头啊，两个啊，最多是石头，那剪刀三个五个，剪刀两个啊，三个三个五个，三个三个五个，
三三五，中间是哪？所以没有中间啊，所以再重来吧，三下啊，好，哎，已经连三了，连三给拉三，那这样太难了，哇，我花花真的，这样真的有点难，好了，捡到十步了，郭德纲，哎，好，好，你看郭德纲睡着了，他的感觉就是这样，笑死我，太有。我们账单量几手了？四手了吗？你好可怜，萝卜，你好可怜。账早像拉掉。我觉得你好可怜，你要准备。对呀。都没有。好，小魏，那我明哥多看。啊，顺时针的，顺时针。